大家好，咁啊講下啦，我哋介紹下今日活動啦。今日咧係由 JM Music 主辦 Star Tia 全港學習目標計劃，我哋係26強嘅參賽者 Set J， 係啦，咁啊好開心今日可以見到大家，可以分享我哋音樂話俾大家。準備第一首歌，準備。Oh
快咧就會出嘅呢首歌，叫《靈魂情歌》，就係講一啲過去嗰嘢，唔好再留戀啦，再留戀咧只會令人哋煩擾嘅嘢。好，做咩第二首歌？我哋喺近期推出嘅，喺八月啊，呢首歌叫《這旅程》。
就我哋第二首歌啦，我啱啱推出嘅喺八月啦。中意話咧可以揾翻 YouTube 啦，聽揾翻我哋呢首歌，或者揾我哋 Set J， 或者揾這類情，可以聽翻，因為個 MV version 係仲要有 rap 嘅，係啦，我哋啱啱冇玩到嘅，咁所以想聽 rap 咧，想聽更加精彩、更加正嘅 version 咧，就可以上 YouTube 揾翻，記住。好，嚟緊送俾我哋，送俾你哋我哋最後一首歌《記憶那天》，我哋對 band 第一首出嘅歌，亦都係我哋組成嘅，亦都係我人生第一種第一首寫嘅歌，想同你哋分享一下。Yeah.
哋係 SADJ SADJ 話，咁啱啱首歌亦都係我哋三月第一首歌啦。如果覺得好聽，又或者想 follow 我哋嘅話，記住揾翻我哋 IG Facebook， 亦都非常之感謝今日 JM Music 主辦嘅呢個學界聚會，所以我先有機會喺度同大家見面，同埋Sure 嘅專業支援。